好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有幸呢，请到这个瑞典，华人总会会长，叶克青先生啊，他呢，就是在收藏这个青天石方面，这个艺术方面有很大的造诣，可以说做了很多的工作。那么现在请叶老来谈谈您这方面的情况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呢，对于青天石的话呢，我呢要复制青天石雕的态度。我认定呢，它也是呢叫人不正，也是石雕的自由人。有的方面呢，情趣为难，性为难。对于他的这个呢，比他老爸呢好像是鸟一样的，做的呢比他老爸呢还要活灵活现。这个是，大家呢都是公认的。当然呢，他也是个多面手，他雕的东西呢也特别，受人欣慰，是人呢都把人家的眼目呢都得了。他是一个呢名副其实的这个，石雕的后代之人的后世者，慈禧这个佼佼者。他呢，我觉得我对青天石雕的话呢，修藏了几十年啊，要修藏的呢，我喜欢的这个比较广泛的修藏，以青天石雕为主。其实中国四大国石嘛，青天石，那个东北的有呢，那大阪的这个呢，积雪石，那个福建的有寿山石，那个还有一大呢，是我们浙江的彰化石，也是紫砂石。这个四大国石，是呢在世界上呢都是有名的，很有档次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呢看到这个石的话呢，现在啊，那个我们青田呢这个四大国石呢，有的呢枯竭得很厉害了。我是实话实讲嘛，就是说呢，已经呢大家呢。青田人对爱好石头的爱好是都是已经向世界铺开来的，是呢找这个石头，找来的我们的青田的这的这个雕塑的这个队伍啊很强，所以很多呢有呢二十几位呢有9位11位国家大师，有呢20几位呢那个省级大师。丽水四级大师、县级的，那个就不要讲了，很多了。这队伍呢很强大，雕的人呢也很多。为青的也是青田呢，是雕的是青田的一张名片，现在响了全世界了。大家讲到青田石都知道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对青田石的这个宣传呢力度呢还是不够的。以后呢还要加强的，我觉得还是要做的，做的真切切的话呢，把这个艺术的这个东西呢非常广大，是世界人呢都呢这个能享受到这个喝喝茶，欣赏欣赏这个石雕，欣赏欣赏这个艺术，这个是很好，是人呢就是呢很开心的，很快乐的。这个呢，以后呢，慢慢这个呢，石雕的话呢，如果放得久的话呢，特别呢，大师啊，就是名师作品的话呢，锣鼓了以后呢，精致也很快的。我觉得，所以说呢，一个呢，修传了以后呢，有钱的人呢，还是可以修传一部分的。我的这个，我自己本人的认识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次能够在这个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啊，也是斯德哥尔摩的中国文化中心来展出这个青田石雕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哈。对呀，当然这个青田石呢，能够走到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中，瑞典的文化中心来，在这里展出，是一大的盛事。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也是呢，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，号召，这个我们的这个，像从事石雕的人啊，大家呢都讲呢，
这个习主席最一的文化中心啊，一带一路呢，不，那个非常广大这个清廷史料的文化，那在这边的瑞中两个，中瑞啊，把它的这个用这个石雕来连成那么当一个纽带，把它连接起来，非常广大起来，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事情。另外呢，对产业转型的话呢，也是很好的事情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嘛，广泛，经济要上去嘛，这个医学的东西啊，这里呢，如果好好的都把它发挥得好，如果呢石头好、雕工好、有名气的东西要保留下来呢，很有名气，很有价值的一位很高很高的，一个呢转换的很快很快，这个也是符合这个当前的这个路线的这个方向的，我觉得。非常感谢您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